出来逛街，看到好多漂亮的手链，一问价格居然要10块钱一条，还有这里也是10块啊，这怎么感觉和我自己做的这么像？算了算了，我这一盒的珠子和工具可以做几十条，而且全是自己喜欢的搭配，我最喜欢紫色，要不今儿就来做一条紫水晶的手链吧，选一些深色、浅色还有琉璃。哪个吧？